OK， 大家好，我是 Ben， 我就是拍一个，就是拍我的日常，然后来到这个义乌夜市，这应该是在义乌可能最热闹的地方吧，这也是包括我今天的 Vlog， 但是觉得还可以就擅长，一个视频吧，对，是专门拍的，那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来到义乌的是，所以可以买到可能淘宝上的东西，或者是更方便，因为美国的那个叫什么物流还是不太好，所以说我们还是习惯去店去店里买东西的，对，但是发现其实很多地方没有我想要买的东西，但是只有在义乌游的，OK， 那我就选一下 ，OK。爷爷，我也老爷爷好，来了。买个包，给我买个包吧。时间不够。先有首饰、衣服，所有的衣服我穿不下，所有的鞋子穿不下，因为太小了。可以有被子，就是有很多普遍的货品吧。有一次我买了些杂的耳机，就是那种戴上头那种很大的耳机，是杂的，然后结果是一次用了，然后第二次不用了。OK。很挤，我应该戴上口罩。这个不是疫情，这个流感现在挺严重的。有没有或者没有了 ？OK， 没关系的，加油！我的免疫系统是很强壮吧 ？OK。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一次去，如果就是天天来到这儿，其实有差不多的东西吧，水杯、衣服、鞋子，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对，被子，不是被子，被子，对，有被子，首饰。香就是那种喷香的哦，对，但是大部分呢都是衣服的 ，OK。OK， 那我就找个包吧。就是那种我放得下我的稳定器的背包，有的人很好奇我在拍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不会编辑这个视频，太难的。其实我想要的是那种制定手机套，因为我淘宝上买的，不会保护我的手机，都是太弱的吧。是。OK， 对，就是那一种那我觉得应该没有用。这是满意的，有意思吗？
Hello， 你好。啊，怎么了？不可以，不可以拍。哦，怎么了？有的人说哦，不可以拍的啊。啊，可能有原因的，可能有市场的原因吧。OK。嗯，然后他的货品太贵了，我觉得因为我有这个证明，他骗了，有证明啊。OK。啊。已经差不多没有我想要的物件。对，衣服，还有衣服，还有衣服。然后这种电子产品，其实觉得淘宝应该可以买好一点，因为我觉得全身甲的这个治疗还是，对，就是有问题的。OK。好的，我失去心是吧？那我就往回去吧。但是其实这种货品好像在美国，在西方国家，你可以买的很贵。对，可以买的很贵，特别对，所以我觉得我回国之后会说哦，哇，我会说看到一个货品会说啊，其实在中国这才是可能10块，在美国是10个美金。 OK， 那我想 Let's see， 我有种吗？我看一看那个吃的吧。对，啊，走得很慢。对，上午说的，就是你带着这个稳定器，会引起别人的注意，然后他们可能会更愿意就跟你打上话，哦，就是特别好奇，哦，你在拍什么？还可以就看到不会明显多少人的主意吧，然后他们就特别对。 OK， 我觉得这小鱼打电话来了，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想过哦，我来到这儿。 OK， 对，所以这都是差不多的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来的第二次有点不想来。如果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OK 吧，但是其他的就是除非一些很便宜的衣服，对，就没那么多兴趣。我觉得我想看的就是别人在干什么，或者这些本地人在对在干什么。160块，160块。 OK， 那吃的，对，就是我有胆子吗？那去OK， 那这个应该有花哦，应该买个植物吗？好吧，我看一看。觉得不行，对，去另外一个地方呗。OK， 味道特别重吧，
就是有那个油雾。OK。有什么？哦，人太多了吧？嗯。我想先对尽管吧，尽管不够的话。我已经买了。对呀，我在等着。啊，一个人来的，对，肯定不会吃东西。如果跟我的女朋友来的，然后他说 OK 这个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不会吃的。但是一个人，对，不行的。对，回去吧。对，想回去了，因为要不然我就迷路了。OK。然后就努力回去。有臭豆腐，哇，特别臭。我天津的。OK。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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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时间会买一个，但是对太无聊吧。OK。继续向你们的女朋友讲一下，说哦，看到一些包，其实他会说哦，我可以在拼多多、淘宝找个吧。我会说别买的。OK， 哦，对，之前好像对，就买是那种夹的耳机，我觉得质量还好，但是已经有那个波斯 Bose， 所以，就是现在不行。打电话吧，网络不好。OK。烧饼要卖，烧饼便宜，看一下朋友可以负责如何如何。我是富人啊，变成富人了哦。重庆县。不，没有，是跟我的稳定器一样的好的，所以继续走。哦，他们还是会英语。哦。如果是真的，会买一些。我鞋子大小就是大概46，所以每次去到这儿肯定没有我的大小，我就很伤心。它里面，它里面选一百三十三。裂了，看一下。来，你看，你看一下，你这没事儿。OK， 我觉得我快到出口。OK。完了呢。OK， 那就是义乌的夜市吧。那。那为什么不来的？因为觉得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如果有一个特别的东西我想买的，那可以来到这儿。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不行啊。嗯，这是东西的治疗一般不是哦，手机小弟我要上十次哦，看着手机免费充血 OK 不想要的那个DIR 对挺你 OK 但是枝叶哦是那个小管贴膜不是不是那我看一下吧上面是清洗金黄五味 OK 可以啊那其实有点无聊 OK 那我找个咖啡厅吧然后就回去啊我应不应该去 Mado 觉得不应该吧但是我可以提前就买个饭买个披萨买个汉堡然后回家 No 不是对可能会回家OK哪不在哪啊、哦、我知道我在哪在那个老外街对在哪里啊需要想一想购物街头餐饮我敢不敢我敢不敢我觉得没有适合的人需要让他们拦下然后他们会不会 停下来的上次是上次有点尴尬说哦 hello 你好可以采访一下他们就急速走就这样就是他们笑着知晓他们笑着当时他们就急速走所以说就是这样的那现在几点现在是我觉得30分钟对可以坐上那就还是会选择星巴克因为我知道他们有那个充电的地方另外一个 DM 还是不错但是他们的选择还是没那么多然后他们的业绩没那么好所以说我就放弃吧然后就去星巴克吧这是啥东西这是一个地方 ChinaGoods.com 不知道哦是应该是为了小孩子玩嘛好像有些平台可以做直播好像小红书可以的所以可能以后会试试吧这个更有意思更容易对有很多咖啡但是问题是现在已经是差不多9点所以喝咖啡就睡觉吧 OK 对还是没有星巴克的好而且没人呢每次没人就有点不想去 Wake up coffee OK 他们看起来不错对有那个护卡 OK 应该就在这儿停车吗好像没必要 OK 他们还是开门吧我看一下Tell me where
会找你。那我们下次可以一起啊、出去玩吧。看一下他们的营业时间。哦，他们在哦10:30 ，OK， 可以的。那我就停下来拍吧。